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脸脸你会如何描述呢？比如眉毛眉毛粗眉毛细眉毛他的眉毛很粗他的眉毛很细眼睛眼睛大眼睛小眼睛他有一双大眼睛他有一双小眼睛眼皮眼皮双眼皮单眼皮他是双眼皮他是单眼皮鼻子鼻子他的鼻子很高他的鼻子很小巧他的鼻子很小巧嘴巴嘴巴大嘴巴小嘴巴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薄嘴唇所以他们会去做丰唇让自己的嘴唇看起来更饱满更圆润牙齿牙齿你可以说他的牙齿又白又整齐又白又整齐下巴下巴有些女生的下巴很尖尖下巴我们会说那是瓜子脸瓜子脸因为她的脸型看起来像瓜子一样瓜子脸